首先把这个油壶拧开，把油倒进去，然后拧上，扣上就可以了。这两边这两个是调节机油量大小的调节螺丝，先把它松开，松开以后然后再调哈，看着里面冒点小泡就可以了，调好了把它固定好就可以了。记录启蒙的时候，开机的时候先把这个提起来，把它提起来就可以了啊。提起来以后把那个阀门打开，不要关掉，可以开机器了。这个是调节压力大小的哈，压力可以调节的哈，往下拧是大，往上拧是小啊。一定要把这个提起来，要不然漏气的。进来的时候把它反过来，反过来的时候，进来的时候把这个下面这个，然后扣上去，推上去就行了，推上去，然后这样泡奶杯进奶就可以了啊，对，就这样可以进奶了。